改啊！大阪喺澳門度搬過嚟，係啊！我感覺你眼神好鬼猥瑣。在座幾位都不會陌生的啦，大家好啊！其實我叫欣賞，都係從事舞台戲劇工作同埋教育工作嘅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的 Facebook 啊 IG 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聞兩岸嘅許之晴，想做 Prime Time News 的高玲啦。高玲咧，即係説話嘅有少少不清嘅，不過佢近年已經有改善很多噶啦，我就用呢樣嘢咧去自我介紹，大家可以叫我做菲菲，我的名咧叫陳意菲，是一個 slasher 嚟嘅，平時咧就會係做一些文職的工作啦 ，office 以外咧就是做司儀的工作為主。就在國外同埋喺國內音樂嘅比賽咧，就會做 MC。咁而且而家都有拍一啲嘅廣告啦，多多關注個小妹啦，我叫菲菲。大家好，我係車你啊，女版阮兆祥啊，得了，我係非常中意食嘢，中意周圍去玩嘅啦。記得繼續留意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啊。Hello， 我叫 Amanda， 咁我係扮少女肥媽嘅最細嗰、那個，咁就係18歲，因為有玩開呢一類演出啊，拍下片咁樣玩比賽。前途無可限量啊！片段咧，你最好咧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咧，你已經咧會抓到人哋嘅 attention 啦。大家仲記唔記得送水輝哥啊？你扮送水輝。最緊要解。又扮詹瑞文嘅，個神水都 OK 喎，把聲又咁似喎，係嘛？我識佢嘅，其實佢係我哋導師啦。咁我笑聲啊，我聲底咧都有啲似佢嘅。呢個舞台嘅理念係好一致。將歡樂帶俾觀眾啊！即場刷人情，刷人情啊！哇，好多人情啊！扮佢好攰嘅，內而外咁樣去滲發出嚟。擺明就係史坦尼斯拉夫。我漏咗講啊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經講過。其實個心態很重要，將自己咧擺喺一個咧，即係好輕鬆同埋玩緊嗰個感覺裏邊 ，enjoy 緊一件事，咁你就唔好睇到你，哇！我一定要攞冠軍。咁當然咧，你有期望係正常嘅，好個正常大於你個過程，過程嘅學習先至重要。真係一個 cancer 教育人。佢話再入圍嘅話，諗住扮乜嘢？佢叫我扮盧海鵬，盧海鵬試麥。我諗住扮劉德華噶嘛，我想扮殺亞人咁樣嗰啲咧，卡通。忍者龜。我睇新聞女王咧，真係好似高玲，我真係好似睇到高玲咁啊！用高玲咧係做第一個切入點，第二條咧其實我係扮阿何依婷嗰個角色嘅，評判都係話我似高玲，我有啲似劉佩玥，有啲似李亞男，但係去到最後咧，我都係揀翻高玲，大家嘅記憶係最新嘅嘛。呢條衫咧又行出嚟啦，好有自信。行入嚟嗰下咧，我以為高玲都嚟玩呢個。係咯。我覺得好感恩就係咧，參賽者我哋大家都對我嘅一個即係。支持啊，同埋個認同。今次我可以入到位咧，好賺到，識到一班 friend 啦，免費嘅曝光同宣傳啦，耶！有睇開我 channel 都知啦，我飲飲食食嗰啲，但係我成日都話，唉，好樽頸位啊，想揾啲嘢去挑戰一下自己。friend 就喂，不如你試下去玩下。我覺得自己都係有一啲啲咁，係啦。第一條面試片咧，我係扮周星馳咧賭俠嗰一幕。昨日見到隔離屋陳師奶，得啊得唔得啊算啦咁樣，啊點知又入咗喎，真係去即係面試嘅時候，我又係扮周星馳，家有喜事咯，著曬白色衫啊，包到個頭係繃帶啊，啲評判都以為我扮緊忍者，總之我就係想突破自己，學你咁咯，想幫自己個 channel 賣下廣告啊。邊張 plan 我覺得 OK 喎、啊、你，插住嗰個字，插住嗰個。我嗰陣時第一次交片係交咗我關於颱風嘅，你扮個颱風。係啊，咁樣。有嗰啲嘅話題加咗條片度，咁就有啲詐騙同埋一個阿婆。姐啊，加油啦！出面八號喎，因為冇姐啊。需要扣押，鬧我梗係有扣好啦。面試就係扮葉麗儀唱上海灘。18歲扮葉麗儀，又係笑狼班。狼班，裸流。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，自己是表演得麻麻的，啲歌詞差啲唔記得咗，同埋都諗住冇入嘅。又收到通知，真係扮肥媽啦。條片就係講膠袋徵費嘅，就學佢咁扮翻膠袋。膠袋啊！將嘥氣嗰啲嘅歌詞改咗做膠袋徵費有關。
我。我真係你自己改詞，作詞人嚟。哇！你十八歲已經多才多藝。去我個 channel 睇啊，臨尾都 Amanda 啦。就入到為正式咁就比賽，前一晚先犀利啊！我係報晏晝嘅，咁結果咧我就4点到啦，等到6点钟啊！我5点到咗，我哋等到9点几。哇！你真係嗰條片有少少問題，我自己要執，係留到12点嘅，留咗6个钟，好痛苦。但係你又可以見到祖藍開心嘅，開心的音樂啊 ，background 嗰啲片。全部都是我哋自己預備嘅，係好用心咁去製作嘅。我投降先，佢話俾我聽，又唔可以咩，又唔可以咩，我淨係一張曬片，所以你見到我嘅演出咧係冇任何嘅。唔係喎，覺得呢個係特色嚟喎，focus 喺個 drama。係啊，可以有助演啲，又唔知喎。假如我一個人咧要嚇。要做曬所有嘢，因為超快的出去幾分鐘做完啦，再嚟過啊，咁咪做咗咯。我話得噶啦，你哋覺得有冇問題？使唔使加 effect？ 佢話啊，唔使噶咯。因為你個表演已經最吸引啊嘛。其實幾分鐘我 rehearsal 就走得啦。等咗2-3個鐘。冇錯，等咗2-3個鐘。2個鐘兩個鐘分鐘上台表演一次之後就完。第二日朝頭早我哋要又去拍啦。不過我諗好多藝人都係。俾個初稿佢，唔都有版權。我就想演一個就係肥媽的一生。2分鐘肥媽的一生。send 咗個劇本俾佢啦，之後佢睇完冇復1-2個星期就同我講話，呢個橋好似幫唔到你啊，咁可以改其他嘅詞，又係嘥氣呢首歌啦，就改咗做肥媽的一生。我呢一套係煮飯裝出，要煮得快樂啦，覺得我又係有版權。之後叫我再俾到個 idea 咯，之後我就諗住唱《友誼之光》咯。你見到我咪自己跳開花舞咯，結果我清唱開花舞，自己跳啊！不過我覺得我嗰個都應該要加歌唱元素，有唱歌有跳舞有 drama。咁我嗰陣時一開始就係諗話，哦點樣可以用森林女王呢樣嘢帶出嚟咧，鋪一啲嘅片，想加一啲對白，令到佢好似牛頭唔搭馬嘴喜劇嘅效果。喺《為食總司令》嗰個有一 part 係查禮嘅，我不如播查禮嗰條片啦。製作組就話：不如你查埋禮，都幾好啊！你想睇我就做俾你睇。rehearsal 嘅時候咧，自己剪。就有啲嘅廣告商嘅 logo 啦，咁所以其實唔過嘅。TVB 就幫我再剪呢個 version， 咁個時間點一開始咧就真係 rehearsal 嘅時候夾唔到嘅 ，delay 咗。我係咪應該要堅持自己剪翻條片？我起碼知道個 flow 係點樣咧。最後啦，即係個 flow 都好完整嘅。唯是咧就爭咗唱歌聲底咧有少少似阿 Jam 嘅。曾看著同星河，行了吹風，行人吹得心動。下年不如好聲音嗰啲咯。我未夠清噶。我哋已經入曬天噶啦，你係入咗邊天啊？入咗你嗰條天。啊，係喎。呢位同學叫咩名？啊，覺得咧你係應該入。啱醉咗，食醉咗。係入咗阿祖藍嗰天咧，都係我自己嘅心願嚟。我反而覺得你係似入李思捷。係啊，我覺得你係李思捷。係啊。在整個過程之中，他們給我 comment 很中肯。評判就說我真的很有演技喎， amazing 喎，都很開心的。其實即係對多年的演技都有即係有啲 professional 嘅係啦認受。希望咧可以咧將我的演技咧更加發揮得淋漓盡致。我想馬飛爺咧，其實啱曬你哋同組，跟住又係新聞，我哋合作啊嘛。飛爺情陷呢個高嶺，唔知點解個感覺你眼神好鬼猥瑣，佢入咗戲。祖藍個組嘅，得場先就係佢好歡樂，都笑得好開心。女版阮兆祥啊嘛，我唔入佢個組，衝入唔係其實個組咩？其實女版阮兆祥，我真係望多你兩眼，話你唔似咧，你會唔會開心嘅？我係就係好似佢咁百變咯。愛是永恆當中啊！投資有啲心得嘅，都唔方便講噶啦。嚇咁扮呢個扮唔係喎，我覺得阿長師兄扮女人都扮得幾好睇喎。我以為你話佢扮盧蜜雪，唔係扮唔係就係扮盧蜜雪，係盧蜜雪。點解我叫勁高力啊？因為我係一個圓台節目嘅即係主持嚟嘅，邵聰。咁嗰陣時見到佢啦，就喂先生，我參加復仇喎，好多人都話我似高力，叫咩好咧？我喺網上面見到一張圖咧，叫高力、矮力、全家力。咁我就諗緊，我都叫矮。
矮鈴咧，因為我冇高鈴咁高，或者我叫做加鈴咧，但係又唔出得街喎，咁點咧？方生咧就話，不如你叫做勁高鈴，我勁過佢。咁但係我點樣為之勁高咧？起碼即係十 cm。有啊有啊，勁高。勁高啊！嗰陣我諗下我仲行唔行到，但係好彩我對鞋都跑到咁起。訪問嘅時候，我除咗對鞋，大家都知道我突然間甩咗㗎啦。即係呢個名都幫到手，好開心就係我現場嘅觀眾朋友，我啲 friend。都幫我嗌，係啦，好多 fans 嘅。當阿祖藍即係去揀嘅時候咧，佢哋幫我嗌勁高，多謝我啲朋友，多謝我啲朋友。勁高咧，祖藍佢哋都話我，佢話你都勁高，係啊，好明顯啦，少女嚟啦，十八歲，好強健啊，十八歲啊。中唔中意入場師兄嗰種？其實，猶豫咗。我覺得佢係 nice 嘅，即係好親和，即係成個好似爸爸 feel 咁樣感覺。係，我覺得佢個 vibe 就係好肯幫人，但係佢嗰種係會好親切咁樣，你唔會覺得有啲咩壓力。過程之中咧，長師兄可以幫到大家一個好似 Cassie 咁，俾一啲學生一啲愉快嘅學習體驗。啊，佢兩位係咪有壓力？唔係，係佢哋嘅要求可能就會有啲人可能覺得哇好難喎，好難。我覺得你哋嘅長師兄嗰組喺你哋呢一種嘅。演繹上面咧，佢應該係幫到嘅。我知點解祖藍揀我，我出嚟表之前佢話咧，就揀阿沙田詹瑞文啦，佢以前嘅師兄嚟嘅，邊日學院啊嘛，係啊。哦。係啊，多少少壓力。佢講完之後，上到台咧，你就奔放啦，流露自如，又以為詹 Sir 嚟咗，所以我成個 overall 咧開心嘅，好難忘嘅經歷咯。最緊要係 enjoy。咁我哋今集咧就同大家傾住咁多先，分享咗好多啲比賽嘅過程啊、內幕。支持我沙田詹瑞文，支持我勁高鈴，我係女版阮兆祥，我係少女肥媽，記得密切留意下一集嘅《福禄寿训练学》。